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今天又再度来到祥和园餐馆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好，石门活鱼。生意很好，店家。好，那这是全部的菜单。好，在这个是鳕鱼区。好，评论之后有送这个手工螺银丝卷，对，金沙鱼柳、宫保鱼丁、泰式柠檬鱼，嗯，泰式的最重要，水煮活鱼好吗？换一个水煮活鱼，很多小辣。好，这次我就没有照鲨鱼的镜头了哦。然后那这个是金沙鱼柳。好，这个出餐速度超级快哦。啊，但是它这鱼块是热的啦。嗯，好吃。活鱼就是赞的，这是金沙鱼柳。好，上菜速度有点快啊，这是宫保的吧？好，现在就吃吃看啊。这重口味的酱汁配上这个鲜嫩的鱼肉，凸显出这鱼肉的鲜嫩。这鱼肉好嫩。嗯，好吃。这个宫保的很开胃啊。嗯，好吃。好，这宫保赞。啊，这宫保的好吃哎。在这个是泰式柠檬鱼，有两个，对，一个汤汁，一个汤汁。好，那这是水煮鱼。哦，这个是鱼肚的部分。哦，
这个鱼肉真的很嫩啊，好吃。好，那这个鱼肉真的很嫩啊。啊，这个嫩嫩的鱼肉，然后配上这个柠檬清蒸鱼的酱汁，真的很赞啊，酸酸甜甜。好吃哦。柠檬鱼要吃完哈，汤汤水水都要吃完，那干的可以包着去吃。好吃。好，就凸显出这鱼肉的鲜嫩啊。啊，在这个是水煮鱼啊，啊，就香香辣辣的。哦，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柠檬鱼，还有那个金沙鱼，宫保鸡丁，好吃啊。然后这个柠檬鱼真的很棒，然后这个鱼肉相当滑口，好，真的很赞，感觉还是这一家的菜比较好吃。嗯，最主要鱼肉新鲜啊，然后怎么烹调就都好吃，对不对哈？好，那这一条就是这个十斤半的乌溜。重点就完全是吃鱼啊，其他配菜都是配角。好，我们今天就等于是点了四吃哦。好，柠檬清蒸鱼、金沙鱼柳、水煮活鱼，还有柠檬清蒸鱼这两吃啊。啊，今天餐厅没有坐满。好，这边就有餐。餐厅菜单部分的价钱，好，那这些咸鱼须都是现挑的活鱼现煮的，所以才这么美味啊！金牌好店。的合照啊，还有很大的停车场。哦，不错啦哦，这样吃大概也要大概快3000块。嗯，祥和园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小溪啊。好，那感觉不错了哦，啊，至少我家人都蛮喜欢的。好，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